我们的口号是计时录下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行游路上，计时录下。主角：果菜混合饮料 Toreta。 配角：草莓蛋挞。友情客串：韭菜。导演：德里克·宋。动长有感、五有感、动长有感、行有感。左边230克草莓蛋挞价格为4800韩币，10000韩币等于7.10美元。右边韭菜4500，1.5升20种果菜混合饮料，出来的5100。